从选秀节目出身，受到台湾粉丝喜爱的泰国少女歌手盖儿满18岁了，来台推出无法掩盖新专辑，也算是他最好的成年礼。高二就跳级考上医学院的盖儿谈到未来最想当心脏科医生，而他最欣赏的台湾偶像就是周董周杰伦，喜欢他的写歌能力，最爱听周董唱《告白气球》。我会想跟哪一个台湾的歌手合作之类的？台湾的歌手，我现在喜欢周杰伦。对，因为我就是我喜欢他的能力，然后他的歌都很好听，因为他自己写的，然后我都很喜欢他的歌。最喜欢哪一首？《告白气球》。现在是成年礼嘛，就是你的专辑就是你的成年礼。你刚刚说很想去学开车啊，是。那有开始认真的练习吧？我有跟妈妈练习，可是没有真的去学开车，对，因为还没有时间。最想要开车去哪里玩？就是没有想过，就是想开车而已。为什么是想学开车这件事？就是算是一个大人才能做的事。我觉得因为我上次跟妈妈学开车就觉得蛮好玩的，所以就想试试看。大家都觉得你很厉害，就是说可以跳级考上医学院嘛，可以分享一下嘛，就是说那目前又刚好出片，那功课的话怎么顾及学业这样？好，就是我平常就从小时候我就开始工作，就是一边学一边工作，所以我从小就是先，如果我要来工作的话，我就先问老师有什么功课我可以先拿来做，然后我有空的时候就会做。那有觉得很难吗？因为跳级上去会觉得哪边很不适应？有，因为我虽然是跳级，可是那个要跳级的考试的内容没有跟高中的或是大学的一样，所以我上大学了以后还是蛮难的，因为其他朋友都已经学过一些东西了，可是我其实还没有，所以要比较努力一点把那些东西都念完。我最喜欢他最简单最简单